异性天哪，他换台戏，奥姐是啥？这话什么人在异性？我讲给你，我看你根本就是怕什么异性，你家己先穿大衣。我要离我家己，这种结果无完美，我袂有任何遗憾。只要等家己完成了，我就放了。徐英泰，我一定会好好送你走。 今天既然是没戏，伊想要把亲戚出来做倒霉。丹姐，伊想帮你出来。陈经理，我一个名单在等，你都无需要，我一定会救你，为国家己，给我一只老虎哥。